我们今天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唐政务委员，来跟大家分享公司非常关心的，有关数位转型以及创新这样的一个课题呢，来做一个指导。那大家都知道，唐政务委员是网际网络的创业家，那也是国际知名的程式高手，那更是语言设计师跟平台的专家，所以我们今天能够以这样的一个宝贵的时间呢，来分享这么多的一个专业的知识跟经验，这是我们非常高兴的一件事。那大家也知道包括大数据，包括人工智慧，以及涵盖物联网，甚至包括 5G 这些的数位科技呢，都是日新月异。那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包括我们公司等于传统的这种商业的营运模式呢，都已经没有办法去符合这种时代的一种趋势跟要求。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形之下呢，这些科技它已经应用到各个不同的领域去做有效的一种创新。那企业界呢，也都不断地透过这些数位的科技去产生一些新的营运模式比如说敏捷式的管理。那希望透过敏捷式的管理呢，不管在获利，或者是在生产效益，或者甚至于在成本的降低呢，都是非常有效的。那我们现在请各位主管、各位同仁呢，以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的长官，也是我们的唐政务委员呢，来跟我们做非常重要的一些有关数位转型跟创新的一些指导，谢谢。现在就让我们以最热情的掌声欢迎唐政务。
大家好，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交流。我也看到上面有35个问题了，所以在接下来的大概1小时有20分钟里面，就是以大家按赞的数量越多的，我就先回答。那如果要再追加问题的话，可能要开始拉票，因为不然的话，大概很难有就是被回答到的机会。那不过我想就是不管今天有没有回答到各位的问题，我都会很认真的在回去的路上每一个都会看过，是可以承诺的。然后我们就看一下网络有没有连上，有，网络是人权嘛，所以一定要连得上的。OK，好。那我们就开始哦。那目前最高票的题目是142位同仁问说，台湾中华公司组织规模庞大，各事业部都拥有属于自己的部门以及业务，以咨询单位为例，总公司跟各事业部都有各自的咨询单位，对于发展 AI 应用所需要的资料以及资源整合较为不利，请问唐政委员建议如何去解决上述问题哦？不过我想资讯单位它跟可能人事主机比较不一样的，我们在行政院内部也是这样，就是资讯单位它是我那时候说是我是公仆的公仆嘛，就是我是服务业务单位的需求，也就是说比较难说把资讯单位从业务单位拆开来看，因为我们去发展任何的系统，它不是为了发展而发展，而是为了因应业务的需要啊，以及就是各方利害关系人，包含顾客新的期待、新的消费模式等等。那所以公共服务业，我们公务员也是一种服务业，所以服务业的转型跟制造业的不太一样。制造业的资讯部门有的时候可以是，特别是在 OT 的部分，它引进最新的技术，那它就可以很有效的增加产能。那因为就是相关的这些教育训练等等，大概都是机构内部的朋友，所以你就是做好充足的准备跟教育训练，就可以导入新的系统了。但是在服务业并不是如此，因为服务业有很多你不认识的利害关系人，那也有已经很习惯了旧有的服务形态的朋友，那还有就是内部的服务的提供者，尤其这一点是常常我们在公部门服务设计的时候常常会忘记的，就是我们设计了一个流程，然后真的让我们的市民公民可以节省1小时的时间，但是有时候这个流程是靠承办人就是爆肝2个小时去换，也很容易设计出这样子的系统啊，而且不是恶意的，不是故意的，就是纯粹在设计的时候没有问过第一线的承办人。那但是这样子的东西一多，那对承办来讲，他服务品质就下降。那服务品质下降的时候呢，尤其当客诉变多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会服务的态度呢就会受到影响。像2017年5月的时候，因为一直有那个用苹果电脑的使用者打电话到国税局问说为什么不让我们报税？那因为那时候 Windows 还是可以用，但是我们用的一个叫 Java Applet 的这个技术，刚好在2017年被他的公司叫 Oracle 把它停用了，所以就会变成 Mac 的使用者没有办法报税。那因为接到这样子的客诉太多了，所以就有一次国税局的服务的人员说啊，那不然你就去跟朋友借 Windows 报税了。那他不讲还好，他一讲就炸锅了啊！因为这个情况下，他一开始会选择苹果，就是不想用 Windows，然后你要他去回去用 Windows，有点像是就是抵触到他的信仰啊。那所以很快就是我们在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就涌进了非常非常多人。那有一个联署叫做报税软体难用到爆炸，那底下的留言就非常就是爆炸，就是包含说财政部长下台啊，官贸网络无能啊，官网网络是建制那个报税系统的厂商啊等等，那就非常的不可收拾。所以要怎么样子解决这个问题呢？其实我有一个很简单的讲法，叫做开门造车哦，你行你来，你行你来就是说，哎，当时的这位抗议的这个朋友，他叫卓志远，然后他其实他的 point 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报税软体能用到爆炸，有时候这种就是简单有力啊，就会很容易造成这个就是烧起来的情况。那我们呢，在部门里面呢有这样一个编制，当时刚刚才到现在已经快4年了，就是不像国会联络人是对特定的立委或者新闻联络人是对特定的媒体，我们开放政府联络人，就是面对这种已经野火燎原，大概有5000个人以上变成一股运动。那这股运动就是当时叫暴雪软体难用到爆炸，它是没有代言人，也没有一个就是像工会理事长这样子，就是你可以请他跟内部沟通，他就纯粹是大家凭着一股就是看不顺眼什么东西的这种心情啊。那当时这个杨金亨专委是那个财政部的开放政府联络人，他很聪明，他就马上在加入，就是你打不过嘛，只好加入他们的讨论，然后说所有在这边骂财政部长的朋友，立刻就收到一个邀请函，然后呢，邀请大家
过一两个礼拜到财政资讯中心一起来讨论明年的报税软体怎么改可以比较好。那很可爱，就是我们这个邀请函一发出去，本来八成在说财政部长下台，忽然风向就扭转，变成超过八成在提出一些很有建设性的批评指教，只有不到两成还在说财政部长下台。所以不是说会炒的就有糖吃，因为新的糖还没有炒出来嘛，是邀他到厨房一起炒糖吃。那这个时候本来是匿名啊，他躲在键盘后面啊，这一位酸民啊，也愿意现身啊，他叫卓志远嘛，是一个设计师。我们知道，就像他这样互动设计师，是看到标楷体浑身就不舒服。那所以更不要说报税软体啊，但他有这个机会说，哎，那原来明年报税软体，原来我可以主持设计哦。那这样子后，他就可以调动什么呢？调动各式各样子的事业部门。我们其实不是只有财政资讯中心在做这个报税，大家可能知道，在报税的时候，它必须要调勾稽非常多一年以来所有曾经申报过的各个单位的资料等等。所以这个时候，从使用者体验的角度来看，他就可以一个一个去问，一个一个去确认说，哎，这个流程这么复杂，或者是说，我们当时就是透过 Slido 啦。那所以，即使你没有办法来台北，没有办法来财资中心，你可以看我们直播，然后对于服务流程开始前。在中间或者到服务流程后面，你有什么样子的行动，有什么样的需求，有什么样的问题，怎么样的感受？那虽然看起来上千篇留言很多，但是因为我们把重复的都只算一张便利贴，所以其实全部的问题就只有那么多而已，这就叫做 user journey。那当时我唯一的这个功用，就是去告诉承办人说，可以网友写自报多，你就贴自报多上去，因为公务员脑里都会有一个翻译举弱。他看到字报多，然后要往上报的时候，都会自动加几个字，变什么文字稍显冗赘。那然后就可能不想要他的主管这个，就是血压升高。那再往上又会变得字该再多一点。可是这样的问题就是说，从网友的角度来看，你就没有站在他们那一边，没有在他们那边，为什么他们要花时间帮你想？没有道理嘛。所以就是惊叹号可以拿掉，可是字不能拿掉。那这个时候呢？你像这个华丽到让人迷惘啊，这个可能已经超出财资中心的范围了啊。那这个原来是每一区国税局，它当时呢有设计一个吉祥物，每一区还不一样。然后大家如果在2017年以前报过税的话，可能知道说试算完还没有送出申报的时候，属于你那个国税局的吉祥物会突然跳出来到画面上，跳上跳下，然后用标楷体说感谢你对国家的贡献惊叹号啊。那这个想必不是财资中心的主意。那但是呢，这个呢就有一个朋友一针见血的说，不要想要让我们心情好，他想到要报税心情就不好。这位朋友说，痛快就是痛的就快一点。快一点，他自己去买杯啤酒什么的，他心情就好了，而不是说在这个软体里面还要感谢他对国家的贡献哦，等等。所以也就是说，并没有什么是不能谈的，什么都可以去这样子讨论。那最酸的这些朋友们呢，他邀到同一个桌子上，然后说，哎，那我们就来跟厂商。然后以及每一个不同的业务部门，那大家都坐在同一个桌子上，是因为我们下班了，哎，也是公民啊，我们自己也要报税，我们也是使用者嘛。就像各位说不定开车还是要加油嘛，对不对？所以在你自己作为使用者那个角度上面，哎，其实你跟这些使用者可以有同理心。那有同理心的时候，我们就最后就画出这样子一个新的，从本来这样子到后来长这样子啊，其实差很多。那当时就是2018年。到2019年呢，就是从 Mac 跟 Linux 先用到最后 Windows 也可以用，那满意度分别是96%跟98%。那在政府数位服务是很少有这个趴数，那为什么趴数这么高？就是因为可能有上千位朋友都好像你盖一座庙，他在某一个石头上面可以找到自己的名字哦，就是觉得说这个是我们一起盖的，不是我一不是好像这个政府自己帮我们擅自做决定，而是经过大家充分讨论之后做的决定。那另外呢，又回到这个问题上面，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资料跟资源的整合。因为当我们发展出这套软体的时候，我们的采购是属于所谓叫做 API 先行哦，就是API 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跟一个网站互动的时候，我们可能用滑鼠、用键盘、用手指等等。但是呢，其实也有另外一种方式，是你写一个机器人去跟这个来互动。那这个跟机器互动的，就是机器对机器的互动，叫做 API。那我们在采购，现在是说，我们的厂商他如果有跟人
互动的，那他就必须要也能够给出跟机器互动的，有点像以前大家看的网站上面会有三个冒号，就是说如果明眼人可以用的网站的话，盲眼人也要可以用，你不能够歧视盲眼人。那同样的道理，就是如果没有让他有 API 的话，好像是歧视机器人哦。所以是类似这样子的方式放到我们的就是采购的合约里面，所以采购的时候你就可以要求说，那官帽在做新的这一版的时候，他就必须要不是只是为了报税软体使用，而是他把 API 开出来，未来要做类似的身份验证等等的也可以使用。所以当时在共同创造这边也有一些公民，他虽然是公民身份，但他其实是也有在卫福部服务，或者是也有在经济部服务，只是他刚好都要报税而已。所以到后来今年就是疫情比较严峻的时候，我们要在线上能够预购口罩嘛，到附近的超商取货，俗称实名制 2.0。 当时大家如果看这个画面，跟我们口罩预购的网站是完全一样的，连颜色都一样，那就是因为它就是当年的报税软体，只是改了几个参数，运用它的 API变成我们就可以用来买口罩。那又后来呢，经济部中小企业处又接到说那三倍券也要能够预定到超商，他又改几个参数，这个又变成买三倍券的软体。所以无形之中这个横向的资源整合就完成了，因为当其中一个业务部门开发的时候，第一个他有纳入其他业务部门的人以使用者的身份，不是以这个同仁的身份来一起设计，所以这些使用者就知道说这个系统有这个潜力，未来我的业务部门要用到的时候可以把它拿来用。那第二个，它在建制的时候，因为有把这个 API 很完整的写下来，所以未来的人要去发扬光大的时候，不用先去问过本来的这个开发者的同意，他只要能够去担任这个维护以及改作延伸等等的这个做法，它变得比较模组化，好像一些乐高积木一样哦。所以大概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就是开门造局，就是让大家都可以来参与，你行你来，就你想到更好的延伸应用的话，你不一定要需要得到本来的那个业务部门的同意，大概是我们目前做数位转型一个策略啊，一个做法。那有131位朋友们问说，政府单位以及国营事业常被民众诟病行事效率不佳以及作风矮板还是呆板矮板，好，那是请问唐政委员对于此事的看法如何，是不是能够利用数位科技打破上述的情况啊？我想这次防疫我们是已经完全打破这个观念了，但大家都觉得说打1922一定找得到人，这个是很厉害的，就是这个 call center 它的人数是随着进来的电话数，它可以有规模的这个延伸，然后或缩小，然后又延伸嘛。那还有就是在比较严峻的时候，当时每天下午2点的那个记者会，也是让大家心安不少。那这个行事效率不佳，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说我们在防疫上面的沟通的策略是确实打破传统上的一个策略。刚刚大家看到财政部的开放政府联络人，这位呢就是卫福部的开放政府联络人家里的那只狗，所以卫福部的开放政府联络人他跟这只柴犬，他叫总柴哦，是就是他是他的主人这样子，不知道谁是谁的主人，那随便。那总之呢，就是他只要想要做一张新的宣导图片的时候，不像海巡署还要付钱去买图库哦，他只要回家多拍几张他的狗的照片哦，他们马上就有新的宣导素材可以来使用。所以这只可爱的柴犬就提醒大家说，室内要保持3只狗以上的距离，室外要保持2只柴犬以上的距离，这个是所谓的社交距离。或者是说他也会讲不同的语言啊，这个记得要捂住口鼻。那而且这个还很贴心，因为它文字跟图是分开的，所以还可以翻成10几种各种不同的语言来使用。那而且呢，它也提醒防疫期间严禁吃手手，那要肥皂勤洗手啊。那所以这个就跟其他的国家在口罩的讯息上有一个根本的不同，就是我们说口罩是保护自己的，而且是保护自己不要忘记洗手。那这个就把使用口罩跟洗手这两件最重要的事情连在一起，一连在一起的话，这个 R 值，病毒的 R 值就下降了。那在其他国家，他有些是说戴口罩是要保护长辈，那这样他如果没有跟长辈一起住，他就会忘记戴口罩，那但是手会碰到有病毒的表面，自己还是会感染。那或者是说戴口罩是为了尊重彼此，那所以他如果这个距离一远了，他口罩就拿下来。但是对我们来讲不是啊，口罩就是防止自己吓到吃手手，所以随时都可以戴起来哦。那所以每一个讯息他在给出来的时候，最重要就是当民间有一些新的变形、新的想象，像吓到吃手手啊这些，我们开放政府联络人一听到
他马上就把它融入下一张图卡里面去，那这个时候自然就不会觉得效率不佳，也不会觉得作风呆板嘛。那大家可能也有听过，就是在四月的时候，四月初的时候，嗯，当时有一个就是小男孩嘛，他不是想很想去上学，因为他只拿到粉红色的口罩，那所以他就打电话或者他家人打电话给1922说，那这个要怎么解决？他想要拿别的颜色的口罩，那所以隔天开放政府联络人就马上建议指挥官跟所有的同僚都戴上粉红色的口罩。他们戴了一阵子，那而且当时呢，这个民间也推波助澜，所有这些流行的品牌什么都把自己换成粉红色哦。那所以这个当然在性别主流化上面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教材，就让大家知道说，哎，口罩不分颜色，能够保护你就是好口罩。那指挥官还加码说，他小时候最喜欢就是粉红豹。OK， 好，粉红豹。那所以他是完全没有那种呆板的印象，他是任何时候听到民间这种很好的主意，其实指挥官有一个很标准的态度啊，像我是说你行你来，不行我来嘛，就是比较直白了。那但是他是有时候会说，委员教教我们嘛，啊，这个你早点说嘛，啊，一起来想一想嘛。是个非常好的问题啊，等等，他会有一个邀请你来一起的做事情的这样子一个态度。那所以只要有这个态度，又加上1922总是打得通，其实慢慢民众那个行事效率不佳的感觉就会改变，这个是很清楚的。那你说真的用到了不起的数位科技吗？也没有啊，就是类似梗图，那个就是一张图而已啊。那或者是说1922那个也是免付费电话而已啊，任何人都可以做的啊，或者是每天下午2点的那个也是直播科技而已，现在也没有成本啊，499吃到饱啊，所以是大家都已经其实已经会用的技术，是建立在这些技术上面去建立那种熟悉感哦跟安全感。好，那如果现场朋友要追问的话，也可以举手，举手的优先顺序是高过上面的。那有112位朋友们问说，他中国公司是国营企业，聘用机制以及薪资以招考初中阶人才为主，所以没办法聘请高阶的资料科学的人才来引领 AI 的专案，而且大部分长官以及同仁也不是来自资讯的背景，对人工智慧的这些科技啊比较没有了解，请教如何因应这个问题哦。其实我觉得我们看这几届有一个活动叫总统杯黑客松，那我们发现国营事业其实是常胜军，从第一届这个台水，那到最近的台电，其实他们都有一些很好的一些做法哦。那像台水，其实因为它是第一个就第一届的冠军嘛，我们每届大概都是去鼓励5个去做到这种所谓资料协同关系。那其实国营事业在这里面其实只是一部分而已，它可以有它自己的一些模式、一些演算法，它当然也可以取得一些政府的资料。但是它是有点像是一块拼图，就是这些是要各界都觉得，哎，我有某个公共利益要做，那我都愿意进来一起参与哦。台水当时的例子是这样，他在总统杯黑客松的时候提了一个案子，这是一个捡漏员，那他在基隆这个小区平均要2个月才能从有漏水的地方到被这个巡回的捡漏员听到。那他用的这一套系统，他有点像听诊器嘛，就是听有没有漏水，如果没有漏水，那他就听下一个地方，有漏水他才发挥创意想说要怎么解决。那但是呢，这个当然有两个挑战，一个是说这个工作时数长啊，所以对于就是一般的年轻的朋友来讲，他自己不觉得有非常高的成就感，虽然他的薪水可能不低，但是他就不是很愿意来当这方面的学徒。那第二方面是说，哎，其实这个水就漏掉很多了，所以他们的那个 KPI 其实很难达成，如果是我完全是靠扩增捡漏员的方式。那他就透过总统杯黑客松去征求什么呢？征求愿意来写出一个机器学徒的这样子一个团队，所以就包含从可能资策会啊，从好像 HTC 啊，还有这个政大的一些研究所的同仁，甚至我们行政院资讯处的同仁也是做 AI 的。那他们是用 part time。因为确实 AI 人才要专职来解决你的问题不容易，但是你让他 part time 只花几个周末的时间，来跟你就是分享一些做法，这个倒是很容易，而且大家很愿意来做。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就写出一个 LINE 的对话机器人，那让这个师傅每天醒来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他的 LINE 上面这个机器人说，哎，师傅，离你最近的3个可能漏水的点，那信心指数70几、70几、70几%，那就是这3个，所以你今天就寻这3个就好了。那因为都是70几%，所以几乎他一天一定有一个地方有漏水，这个时候他带的这个人类学徒学到比较多，因为他学的是怎么解决漏水，不是怎么听有没有漏水。那而且他的机器学徒也可以跟他教学相长，慢慢的把这个预测率变得越来越高哦。
那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其实这个就是永续发展目标嘛，6.4就是让这个水的使用效率增加。那我们透过永续发展目标的这个方式跟全世界讲，哎，这组人后来跑去威灵顿，跑去纽西兰，他们本来没有什么缺水问题，但是现在慢慢有了。那他们的解决方案当时就是以色列有一个已经写好的方案，但是呢，部件啊什么都要他们来，或者他们也可以跟台水的同仁呢合作。自己写出他们当地的机器学徒，所以他们就当时非常愿意跟我们合作。那这个其实不容易，因为它的 SCADA 啊，这个系统包含水压、水流量等等，都必须要交换这些数据嘛，所以他一定要很相信我们，才愿意跟我们交换这些数据。因为我们也是民主国家，所以他们是很相信我们。那当时呢，因为他们得到总统的这个奖杯，那它是一个台湾的形状，底下有一个投影机，那一投影出来。就会投影出来这个神主牌哦，就是总统颁奖给他的画面。那总统杯的特色就是说，这个奖杯里面会有一段影片是总统颁奖给他们。那我们会一直管考到他的这个想法变成全国性适用的政策为止。所以这等于有点像是行政权作为奖品，而不是一个奖金而已哦。那事实上没有奖金，就是你的想法到最后会变成就是全国适用的一个想法。所以当时台水这个例子就很激励，包含像台电啊等等，都投入这方面的工作。所以像以去年的上一届的总统杯黑客松来讲，我们5个冠军团队里面，其实就不乏就是公益事业的朋友的参与或者加入，或者是干脆就主导啊。那节能志在好生活就是台电的作品。那他的作品的要解决的东西也是一句话就可以讲完，因为你要跨部门合作，你的价值主张都必须一句话就讲完嘛。所以他讲的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如果你有装智慧电表的话，你不需要在室内安装任何别的资讯产品，智慧电表就可以告诉你说你到底是洗衣机、电冰箱还是冷气机应该先换，就这样。所以就是他完全看智慧电表那个。它叫类似一个图谱了，就是它的用电的指纹，它就可以去推测，因为每个电器有不同的特征值，所以它去比对这个特征值之后，它就可以很准确的知道到底你家里面是哪一个电器没有能源效率。那所以你如果优先换的话，就可以优先省到电费，而且又不需要在室内去安装很多别的零件，那个是很困难的。但是在外面装一个智慧电表，这个是大家比较做得到的。所以这个不但提升智慧电表的这个使用率，而且也可以让大家觉得说，哦，所以它不是只卖电给。给我，他让我更了解我自己的用电习惯等等，他是把这个服务业的服务做到更深入的这样一个服务，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所以我是觉得说，在这些例就是例子里面，我们都不是说他全职的去聘很多所谓的 AI 专家等等来他们的队伍里面，而是他找到一个有公共利益的，大家都想省电嘛，大家都不想缺水嘛，尤其去年没有台风啊，还好就是去年已经把就是当时台水这个案子已经全台湾都布件了啊，那这个情况下，只要他有公共利益，就会有很多朋友他愿意好像有点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样，因为他也需要一个 portfolio 啊，他也需要证明说他的这个做法，哎，真的是。有解决社会问题，那这样他之后不管他去募资啊，他去开公司啊，他去发展他的产业模式啊，他拿着一个说，哎，我跟国营事业合作，做到一个，哎，你现在就已经有在用的公共服务，那这个对他是非常有好处的。所以其实经济部门啊，社会部门，那当然我们是属于公共服务部门，这3个部门各自都有自己可以给出的部分，那真的可以参考总统杯黑客松，目前已经15个卓越团队他们的故事等等都有在。总统杯黑客松的网站上面也很欢迎来参考。那我们不是说只靠黑客松就可以因应这个问题啊，台电他们内部也做了很多内部的黑客松，内部的就是脑力激荡等等。但是它的特色都是说，它不完全靠外面的专家变成佛坦，而是它是靠外面已经做好的一些可以沿用的一些想法。那然后就说，哎，那个我也要。那这个时候，只要内部的同仁有应用的能力，不一定需要有从头开发的能力。那这个概念也是很重要，因为人工智慧的从头开发是比较花时间的。但是如果是人家已经做好的一套解决方案，那你只是调几个参数，这个是很容易来使用的。那后面这个部分，在很多情况下其实是比较成熟了。有108位朋友们问说，一般公务机关呢，较民营企业相对保守，请问国营事业的数位转型有什么期许？不过我觉得相对保守并不是一件坏事，就是从我们像当时口罩实名制，
当时1.0的时候，也有朋友说，那为什么不在便利商店继续卖？但是说只要用行动支付跟记名悠游卡和一卡通，这样同样也可以做到实名制，而且就是能够铺的点是比较多的。为什么要跑去药局排队啊？那但是当时我们的想法就是说，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让1/4以上的人有口罩，而且会洗手。那而不是说让少部分的人容易买到，而其他人买不到，所以重点还是说我们怎么样让大家安心。那我们同样比较说，戴口罩要洗手，不然没用。这句话是药师讲出来，还是便利商店的店员讲出来？这个说服力是差很多的。而且，尤其对于老人家来讲，他拿健保卡去领慢性处方签，这个是他已经很习惯的一个流程。那你要他就是再去学行动支付，或者再去学记名的票证怎么使用，也不是一定学不会，可是有种被勉强的感觉。所以当时我们才决定说，我们先在药局，那过一个月再在便利商店，再过一个月在便利商店又可以插健保卡。那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是循序渐进的，先求每一个人都是科技去配合他，那不是他来配合科技。然后慢慢科技配合他照顾到一些人，大部分人，但是有些人照顾不到。他不像有些人下班的时候药师也下班了，他就怎么样都买不到，而且他没有跟家人一起住，他健保卡也没有别人可以托付哦。那这些人就是我们第二波要解决的嘛。那到第二波用手机的 app 或者是用刷卡，就是读卡机预购，这个其实已经解决90%以上的问题。但是还是有些人，他要么没有自己的手机门号，像移工他要使用预付卡，或者是他是真的很资深的长辈，他出门都比较困难，药局离他太远，便利商店离他比较近，那他只有健保卡，但是他没有手机。那这两个族群，那我们接下来就是用3.0，就是在超商插卡，甚至柜员还可以帮他插卡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他到柜台还是付现金，那所以他也心里觉得很安定，就好像去药局一样。所以这样子的数位转型，它是比较我们叫 inclusive，就是比较有包容性，比较有含容性，不是你转型的时候要求对方跟着你转，而是你配合着大家的需求去转。那我觉得这并没有什么不好，保守并没有什么不好，但是保守不是不转型的借口，保守是你转型的时候要考虑到尽可能多人。那这个呢，其实我们也可以透过像设计思考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好比像说，我们之前在帮助故宫的案子的时候，当时呢，这个故宫，我想故宫的使用者平均年龄是就是稍微比较高的。那当时这个故宫的吴宓察院长是说，他最主要的是希望增进他的体验嘛。那所以后来我就去跟他开会，可是我是派机器人啊，那所以他就很高兴，觉得说可以跳脱这个空间的限制。那我们当时要解决的方式其实很简单，就是说，我们真的实际一组人去故宫体验，然后去看那边的长辈怎么经验这件事情，然后很快就发现说，真的，故宫虽然有，好比像说，售票机，那但是呢，实际上到最后就发现长辈都。就是是用纸本的售票的部分，而就是电子的流程是长辈是不使用的，所以到最后他们又把它变成只有外国人才能够使用等等。那这个是其实是有点可惜的一件事情。那但是到底为什么呢？到底是不是因为长辈真的都不喜欢这个QR code 呢？不是。所以我们当时呢，就是透过一个叫协作会议啊，就是大家真的面对面找到共识的做法，把各方的利害关系人，特别是各个年龄层的利害关系人都聚集一堂，然后一起来试做模拟各种各样的流程。那当然有一些是大家一看就知道意思是什么了，但是呢，像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我如果不解释，大概很少人知道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们后来透过协作就发现说，长辈并不是不会用 QR code。大家都加过 Line，每个人都会用 QR code，可能高铁刷 QR code 进场也没有问题。只是他如果是买纸本的票，他会拿到一张故宫很漂亮的那个票证，他会夹到日记本里面，他会拿去餐桌上跟他的朋友分享，他觉得他来过故宫，这个是他的体验的一部分。在当时，如果他是用 QR code 感应，他就会拿到一张丑丑的感热纸，而且呢，这个随着时间还会越来越淡。那他觉得这个不是很配故宫，这个才是真正的原因，就是他并不是很想拿那一张感热纸回家，他觉得少了一点什么。所以这个的解决方案呢，到最后是什么呢？是他刷 QR code 进场之后，他可以凭那个 QR code 去就是换一张类似像是手举或者票根这样的一个东西，可它是客制化的。
就是可以按照他自己的需求去刻制，甚至呢，因为没有人规定说 QR code 只能印在感热纸上啊，你要印在烫金的纸上面也是可以的啊。那甚至他去看了什么展览，我就把那个 QR code 印上去，他拿回家就可以扫一下，就跑到动物森友会里面啊，那这他就可以跟他的家人一起玩等等，就是像这种进一步的深化服务的体验，并不是无纸化。大家常常觉得数位转型就是无纸化，可到最后还是有一张纸啊，只是说那张纸是你进场之后才。来拿，而不是在排队。那这个排队的时候，手上一定要拿一张纸。哎，这个很多长辈可以接受，他反而觉得说，最后的这个存根联，他再列印，然后变成客制化，甚至是有个人化的部分，哎，他比较喜欢那个，那他就比较不会去说，那我一定要纸本的票才这个进场。所以，虽然我们是按照我们的职责需要要照顾所有人，是比较保守，没有错，但是这样子比较保守，哎，也是创意激荡的来源，表示说会有点看不顺眼，然后你可以说你行你来的这个 base 是全民嘛，所以任何人我们叫。要轻盈共创了，任何年龄层都可以透过这种协作的方式来做到服务体验的改善。有108位朋友们问说，为了防范疫情，公司曾经调查过可以 work from home 的人员有哪些？发现 even 办公室人员能够 work from home 的屈指可数，主要原因是因为太多文件只能纸本签合，线上工作系统也不能在家签。未来如果疫情加剧，需要在家上班的时候，请问对中友有什么样子的建议哦？那当然就是希望未来没有疫情加剧的这个问题了。但是因为我自己当初加入内阁的条件，就是我在哪里上班，哪里就算行政院了，就是我是没有一定要在哪里上班，所以这方面真的有一些心得了。大概我先给大家看我真正的办公室，因为大家都常说我是在家上班哦，但我其实并不是在家上班，我是在社创中心，这边是仁爱路3段99号。那它是本来的空军总部，空总。那我们就是把围墙全部都拆掉，现在变成类似一个公园，任何人都可以走进来。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宽频包含5G 啊，在这边都测试都是非常顺，所以你在这边，你同时是人在这边，但是你也可以所谓数位就是不止一位嘛，那所以就会有不止一位政委啊，可以出现在这个场地的多个地方，甚至还可以连到全世界。那也有全世界的朋友，有的时候透过直播啊等等，那他因此就动念想要来台湾，然后想要亲眼看一下这个地方是什么样子啊。好比像说，我们就有一位已经来台湾2次以上的朋友，叫做他是捷克的市长嘛，布拉格市的市长。那他来的时候就是很高兴看到这个，这应该是喜憨儿画的这个足球场。然后他的小内阁，这都是他局处首长啊，就一下就爬到那个攀爬架上面，然后拍照。那我当时笑得有点僵，捏一把冷汗，因为没有人爬上去过，所以我不知道会不会垮下来。垮下来可能外交事件。那不过后来就是没有垮下来，那他承重是很好的。所以我这 point 就是说，你不需要到过这边，你就可以。先了解这边，那为什么是这样？是因为我们有很多包含360直播啊，包含即时的远距的视讯啊等等的这些设备，所以呢，当我在巡回全台湾的时候，我还是有巡回全台湾，在社会创新这个平台上面可以看到，那我可能就是到这边应该是花莲啊，或者是南投。那甚至有一些原住民族的这个文化翻译的这些朋友，那但是我在巡回的时候，哎，12个相关的部会其实是在社创中心，它透过最基本的这种多项直播的这种方式，好像这个会议室打通到另外一个会议室，两个房间突然连在一起的这个情况，他们去体验到我巡回的这个地方，大家在意什么、关心什么等等，那就比较不会好像文来文往啊，都是一张 A4 纸啊，不管是直书的这个文件或者是横书的简报，但是无论如何，就是从地方到中央，常常都是经过这样子高度压缩的这个过程。那到最后，中央会觉得说：“哎，我这个韩文转了这个部，再转这个部，再转这个部。”到最后，我们可能觉得解决问题，可是第一个第一线的朋友可能觉得反而你创造了新的问题。那纵然解决了问题，那他想要鼓励你说：“哦，你真的解决我的问题。”其实你也收不到，所以这个中间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 latency，就是它的延迟非常的。高，那在透过这种巡回面对面的方式，如果没有解决的话，当地朋友立刻就可以说：“哎，可是你这样会造成额外的问题。”那这一位朋友也不会说：“
啊，这个我是卫福部这一件事情我自己不能做主，我要去函转内政部，因为内政部就坐他旁边。那或者说我要函转国发会，国发会就坐他旁边。那所以是跟一件事情相关的利害关系人，如果能够透过这样的方式远距的结合在一起的话，那大家才会培养出虽然见面三分情，但是视讯也可以有两分情。而且随着5G 的科技慢慢发达，那即使不在办公室里面，还是有两分情，然后慢慢到三分情的这个情况。所以我建议，具体建议就是不要一下跳到在家上班。远距上班不一定是在家上班，它可以是在所谓的卫星办公室上班。那在那个卫星办公室，你还是一样可以有门禁，可以有警卫，可以有一些资安的设置。那但是呢，它的就是 configuration，就是它的空间设定，跟一般的办公室最大的差别，就是在这边人跟人之间只要隔2只柴犬的距离，不用隔3只柴犬的距离，因为这边算户外，所以我们这个帐篷这个通风是很良好的。所以在疫情严峻的时候，我们还是把那个桌子这样子放，然后中间都隔了1公尺、1公尺、1公尺，每个位置中间都1公尺，可大家都还是可以在一个就是很融洽的情况下一起吃点东西啊，喝点东西，因为反正都隔开1公尺了嘛，然后一起去连线到就是不同的地方，然后把不同的地方缝合成同一个空间。那你多一些这样子的经验，其实就不会觉得说好像线上比起面对面有差到哪里。那要先有这样子的经验，接下来才慢慢可以去把包含纸本签合啊等等这些事情加以改善。因为一开始还是，尤其是各位是大部分是主管嘛，会觉得说我随时想到哪一位同仁，我还是要见得到那一位同仁，我比较安心。那只是说，哎，如果透过这种多项视讯的设备，现在也都很便宜了，你还是见得到嘛？而且呢，也是栩栩如生，声音尤其是声音收音是没有问题的话，那这个时候其实你就比较放心，觉得说，哎，他反正还是在这边，只是他在另外一个卫星办公室里面。那慢慢卫星办公室也许可以越开越多，也许规模越来越小，那这样就跟在家上班感觉上差不多了。那这个时候，就算疫情变得比较严峻，至少你所有该有的治安啊等等这些设定都已经设定好了，那你就不会感觉到害怕。所以就有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有108位朋友们问说，对于台湾众多公司的加油站利用 AI、大数据、车牌辨识等智能管理以及行销哦，有没有建议的策略的方向？其实你问我，我大概都只有一个回答，就是说，就是跟客户一起创造。就是每一个要推出的新的东西，它一定会让有些人觉得很棒，让有些人觉得不安心。那但是，服务业的特色就是说，如果有少数人觉得不安心，他这个会感染，大家都会觉得不安心。所以你不如就是让一开始觉得最不安心的人，像那个觉得抱选人挺难用到爆炸的人，你就直接邀请他，他行，他来嘛。那不是说他就主导你全部的采购或设计，而是说他的这个意见，你就问他说，如果你是我，你要怎么办？这个是我常常问的一个问题。我举例，好比像说，像当时我们在有一个叫口罩地图，那个不是我发明的嘛，是台南的吴展伟啊、江明宗啊等等的朋友发明的。那他们就是说在，在你一面排队一面看手机，你就可以知道前面的人刷健保卡买了几片口罩，所以这是叫做参与式共同保证。如果你看到他的库存没有扣，反而往上涨，那你就马上打1922说药师鞍钢口罩。那但是药师当然不会鞍钢口罩，所以这是一个让大家都能够相信大家的方式。所以它的使用者界面呢也很简单，它长得就是跟 Google 地图是一样，事实上底层就是用 Google 地图嘛。所以如果你看到前面的人刷一张健保卡，你会期待他58变56；那如果刷了3张，那就会从好不能刷3张，好，那无论如何就是他当时就是刷2张了，每周3片的时候，他可以56扣到50哦。那但是如果他突然间变成好比方说78，那这个时候你立刻就打1922说这个系统就是不正确。那但是呢，这个创新发明的时候，在同时，药师的群组在流传另外一个创新，就是发号码牌。那他们还把号码牌的电子档变成 iPhone，可以自己键入列印，然后自己剪一剪就可以发号码牌了。那这两个呢，单独用起来都可以增加服务品质。那这两个撞在一起呢，就好像那个曼陀珠配上可乐就爆炸。那为什么？因为从口罩地图的角度来看，你如果早上他发号码牌，然后收健保卡，说傍晚再来拿口罩换回健保卡，那这样口罩地图这边就是好像一大早一片都没有卖出去，到中午一面吃饭一面过卡的时候突然卖完了，然后呢到最后就是都没有库存，那这个时候看起来就很像药师鞍钢口罩。那所以只要发号码牌的药师在2月6号开始的时候就会电话接到手软，因为很多人说，哎，地图上说
这个你还有，甚至一片都没有卖出去，但你说你卖完了，那发生什么事情？那这个时候就会，这个策略方向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就要邀这些正在很愤怒的勇士进入我们的设计的蓝图里面。我家附近当时有一家钥匙，他在门口贴“不要相信 App 惊叹号”，那个惊叹号自己一张哦，A4 纸，非常的大的字，那就是因为他有发号码牌嘛。那所以这些技术，当我们这样子 roll out，就是请钥匙们来配合的时候，那钥匙自己有自己的创新，所以一定会变成是我们觉得一开始沙盘推演都很完美，但是到实际上面，发现对某些朋友不是那么完美。那这个时候，当然一方面自己不能有玻璃心了，所以我就睡足了，因为我每天都要睡饱8小时，睡足了8小时，然后就踏进那个药局的门，然后赶快跟他买一些什么冬虫夏草什么的，然后就去问说，那这个你说不要相信 App，那如果你是我的话，你要怎么办？那药师其实都是专业人士，他们很有创意，所以第一个星期他们就说，那你在地图上面分成发号码牌跟拿口罩2个时段，那这个时候他就少接一些电话，这还是没有完全解决问题，因为他就是说7点到9点发号码牌，可能8点半就发完了，所以8点半到9点在地图上面他看起来还是有按岗口罩的嫌疑，所以后来呢，我们又跟他继续讨论，讨论到说可以按一个键就从地图上消失等等，所以就是透过不断的我们这叫迭代 iteration，就是一种敏捷的开发的方法，我们每次都不完美，但是我们每次就是在礼拜就是四，当时是每个礼拜四都会更版，所以所有人都知道，你只要在礼拜四之前让我们知道到底出什么问题，而且有具体的解决方案，那这样的话下个礼拜四就会修好。那下个礼拜四修还不一定不造成新的问题，但是没有关系，让我们知道的话，在下个礼拜四，在下个礼拜四。所以当时大概3、4个星期之后就已经调整到一个大家都觉得很 OK 的这个范围。但是如果当时是硬压，就是要求药师不准发号码牌，或者说要求民间不准自己做口罩地图，或者不给民间这些及时的数据，只有健保署才有数据的话，那就会是一个三输的一个局面哦。所以任何新的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是要先建立这样一种资料的协作机制，然后任何时候有人有新的意见的时候，你都可以跟他说好，那你行你来。那这个时候每周的迭代就变得非常重要。那这个如果看我们就是政府的数位服务的所谓的开发的指引呢、啊？GDSG 政府数位服务指引在里面有提到说，包含你的采购的写法，怎么从瀑布式的搭配写，就是敏捷式的等等，那这些其实都已经有标准的规范。其实只要照着做，它有一个自评标，只要照着做，大概就会很容易的建立起这样子一种有协作性质的一种开发的环境哦，设计的环境。也就是四位朋友们问说，国营事业如果要推动数位转型，请问唐政委员建议从何处开始着手？如果资源有限，转型资源建议先挹注在何种领域？好比像说软体，或者是硬体，或者是人员哦。我的具体建议就是先省大家第一线的人的时间啊。我无论如何都是先从省时间开始，因为如果你一天可以省下哪怕5分钟的时间，那在场大家省5分钟时间加起来其实很多。那这个时候，你才能够去想说，那我要开发更多的让我的品质提高的这个做法。那品质提高之后，才有那个余裕去想说，那我要开发哪些新的服务，哪些新的应用。所以先省时间，再增加品质，然后再去做额外的应用，这个是有一个顺序。如果现在是说我要导入一个额外的应用，但它是要大家爆肝学习新的系统，而且在爆肝的时候品质可能又有点没有办法注重到，那这个时候只要就是你的顾客或者是利害关系人发现说，哎，你的品质竟然因为导入这个新系统受到影响，其实不是他害的，只是他的时间拿去学这个了，那这个时候他对这个新系统，哎，就会有不信任啊，因为好像是他造成服务品质不良。事实上，当时的发号码牌跟口罩地图就是这个情况，只是说我们透过快速的迭代协作，赶快2、3个礼拜解决这个问题。但如果当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可以想象说，大家对于口罩实名制就会那个信任度就会下跌嘛。所以我们信任度下跌还是上涨，完全是看说我们一开始有没有这个余裕，就是这件事情有没有至少省到一些朋友的时间。那这些省的时间可以拿来救火，可以拿来去跟利害关系人对话等等。那如果没有省到这些朋友的时间的话，那其实这些朋友也不会有多的余裕嘛。所以像一开始吴占伟为什么要做口罩地图，就是因为他浪费很多时间去 LINE 群组里面去看他的亲朋好友说，哎，这家还有口罩，这家没有了，这家还有口罩，这家没有了，他是烦不胜烦，所以他说不如这边有个地图，大家一起来这边看，那他就不用花那么多时间去找这些资讯或者是去消化这些资讯。那同样疾管家也是省了大家非常多的时间。
钱，所以在省大家时间的前提下，大家才有那个余裕去想说，品质怎么提升，然后新的服务怎么做，所以大概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去想。至于什么东西可以省时间，是人体省时间、硬体省时间，还是植物流程的改造可以省时间？那就是各位的专长，就是 domain expertise 啊，我是绝对不会，就是不懂装懂啊，在各位的 domain 怎么样可以省时间，应该是各位最懂。有就是因为朋友们问说，在传统能源以及石化产业逐渐将被新的能源产业取代，我们如何避免成为夕阳产业哦？要如何向年轻同仁以及下一代哦勾勒公司的未来哦？这个好像应该是董事长回答的问题，这好像不应该是我来回答的问题。不过我自己是觉得说，这个每一代啦，大概都会碰到同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上一代持守的一些价值。跟新一代的，好比像说对于永续的，对于比较干净的能源等等这些价值，这两个不一定是零和的。有的时候你可以去创造出一种价值，是它既可以照顾到上一个世代关心的，也可以照顾到下一个世代关心的价值。我就举一个我自己亲身的例子好比像说有一个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大家刚刚看到了可以联署嘛。我们之前也有另外一个联署案说，要禁用一次性的餐具，特别是塑胶吸管。那就是因为当时有一张梗图啊，是一个海龟嘛，然后被那个吸管呛到，很不舒服的那个照片。那所以当时就是大家有点义愤填膺，然后就说，塑胶吸管是什么？就是反正一些不是很好听的话了。那所以就有一个提案人，他叫我爱大象，大象爱我，然后就去提案，然后瞬间就5000多个人联署。那当时呢，我们都觉得说这应该是环团大佬啊，因为他瞬间就5000个人响应。可是我们真的面对面跟他开协作会议的时候，发现他才16岁，那叫王宣如。那这位王同学呢，我们问他说为什么就是做这件事情，为什么纠集这么多人呢？那他说，因为这是我的公民课的作业。原来他的公民课老师的随堂作业就是找到一个会有5000人联署的联署案，然后跑去提案啊。那所以现在大概已经有1/4左右的提案都是从这个学校，甚至还未成年的国民教育这个体系来的，就是因为原来公共参与已经是他们公民课的一部分了，这下一代非常有希望啊。那但是呢，从王先生的角度呢，其实他当时当然都是比较我们叫同温层啦，包含他的有一个社团叫不速之客，塑胶的塑嘛。那但是呢，其实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有邀经济部也有帮忙邀，其实就是做这些一次性餐具的朋友们来。那他们就说，其实他们当年可能都有一些年纪了，投入这个行业的时候，也是因为可能 A 杆很流行。就是当时也是有点像口罩国家队，因为口罩也是塑胶制品。那这个时候他们的当时的这些做法，在当时都是有必要的，因为我们就是不要 A 肝扩大流行传染嘛等等。但是现在当然因为肝炎基本上已经被解决了的一个问题，所以他们也在想怎么转型，也没有想到很好转型的方式。所以后来其实是双方是能够我们叫轻盈共创，就是共同创造出额外的价值。好比像说，像如果它的吸管不是一次性的使用，而是可以重复使用，好比像说不锈钢或玻璃，或者是说它一开始使用就是用一种固碳或者零碳排零废气的这种材质，本来是废弃物，然后制作，好比像我穿这件衣服也是，就是咖啡渣嘛，是5杯咖啡的咖啡渣加上12瓶保特瓶的回收料来制作的，永续时尚，这也很不错。那或者说重新设计这个杯子根本就不需要吸管了，现在很多外带杯都是这样设计的，那所以大家就慢慢看。到说，制作餐具这边当年有它的社会使命，现在要服务新一代的环境使命，但是这边年轻人呢，他有新的方向，所以可以帮忙去倡议，帮忙去行销，帮忙去群众募资，帮忙去发明新的产品线等等，所以双方其实是可以彼此加强，不一定要彼此否定，那就是我们协作会议最主要的一个精神。所以我觉得最主要还是要怎么跟下一代一起。勾勒出我们的未来，而不是说好像一定是上一代去勾勒未来给下一代。有时候下一代更了解未来应该往哪个方向，他只是没有这个资源了。所以像这样的共同创造，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做法，大概如此。有87位朋友们问说，工程师撰写的采购契约哦，从初稿到层层审核完毕，通常已经被改了 N 版，费时超过1个半月，这个还算快的。那如果采用类似线上协作平台，先有权限的人在7到10天之内共同编辑或共同加出意见，是不是能够加速采购的效率？ISO 标准、程序书等需要各部门意见会诊的文书修订，是不是也适合采取线上协作的平台？非常好的问题。我自己的经验是说，当你在跨部门，而且每个部门有自己这个不同的观点的时候，凝聚共同价值，这个是协作文件最大的一个贡献。因为本来的成核都是纵向的，
但是每一个部门的 working level 就是实际承办人这个层级，他们中间可能有一些横向的连接。那我们在行政院，就是特别是我的办公室，基本上每一个事务官都是从各个部会他自愿来我办公室服务，所以我既不给他命令，他也不给我命令。但是我唯一的要求就是要所谓的 work out loud，就是他不管在做什么都不怕让办公室里面别的部会的同仁知道。那这个时候他们之间就可以横向串联，做出很多像总统梅克松那样很好的一些想法。那这个时候我的功能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这个失败的话，都可以说是唐风的错。所以我的功能就是吸收风险。那但是公务同仁在有人吸收风险的情况下，这个协作气氛是非常强的。所以常常是他们协作凝聚出一个方案之后，但是分别采购啊，分别往上呈报啊，所以他们并没有略过本来的工作的这个流程，只是说到前呈报他们长官的时候，比较不容易被改 N 版。因为他可以附上很好的一些论据，去说其实这个对大家都没有坏处。那在政治协调上面也比较不需要付出政治资本。那所以对于他的长官来讲，那因为降低风险以及创造价值这两个都已经事前帮忙做到了，所以从长官的角度来看，就是不会需要改那么多版。从他的角度来看，可能就是加上一两个他觉得比较需要看重的，把 priority 稍微调整一下。但是大部分的时候我是可以。有点像说这个问题，如果88个人按赞，我可以很放心的花比较多时间回答，因为我知道说在场的大家已经透过某种类似协作，就是共同按赞，就这个方式让我知道说，那至少就是一大半的人不会觉得无聊，因为你有至少帮这个问题按赞了嘛。那在这个情况下，他的 mandate 就是他的授权，不是从上往下的授权，而是比较是横向 peer to peer 的授权，有这样子的授权，这个协作是很有帮助。但是我还是觉得说，为了 accountability 就是为了最后要给出交代，最后的这个呈报还是不可或缺。只是如果你的协作越充分，那大概就不会被改到 N 版了，可能是只会改到可能 log N 版哦，大概是这样子。那有83位朋友们问说，国营事业的人事制度僵化，如何吸引、如何留住真正厉害的科技创新人才？我常常觉得说，大部分的科技创新，大家听到的时候想到都是自然科学，然后产业技术。那因为台湾长期体制是这样，那但是我会觉得说，社会科学也是科学啊，然后组织的技术也是技术啊。其实我刚刚讲到像总统杯黑客松，或者是说我们在总统杯黑客松里面有应用一个新的投票的方式，叫做平方投票法。这些对我来讲也都是科技，它并不是只有自然科学或者工业技术才是科技哦。那我稍微讲解一下平方投票法，因为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就是它是一种开放式的创新，所以你用的时候不需要付授权费哦。它的想法其实很简单，我们每一年都会有上百个，像去年有200多个总统黑客松的提案。我们评审就这么几个人，也不可能什么都懂，所以我们要怎么知道有哪20对或24对？我们要辅导让他进入这个3个月的协作期呢？这个很难取舍，所以我们就是请上万名民众，任何人只要有兴趣，也是到我们的就业平台认证之后，就可以取得99个点数。那你这个点数呢？你可以投票嘛？好比像说，你如果发现说，国土智慧巡守，对，这个是在农地的这个灌溉的渠道里面安装一个 IoT 的设备，可以直接自己帮自己充电，而且随时透过NB-IoT 或 LoRa 的网络来回报水质。那所以这样的话，因为水的扩散条件比空气好算，所以如果在里面有污染的话，可以立刻就被侦测到，这是蛮有意思的。那假设你是真的被就是环境保护团体动员了投这一票的话，那在传统的投票制度，你就全部票给他灌下去嘛，一天能够投5票你就投5票，如果一人只能投1票你就投1票。但是因为这是平方投票法，所以你有99点，但是你要投他1票要花1点，你如果要投他2票，你就要花到4点了。如果要投3票，就要花到9点，所以是平方。所以意思就是说，就算你99票，99点想要灌下去，也不会变99票，它只会变9票，就是81点。你还剩18点，但第10票已经灌不下去了，因为那个也总共要100点，你没有100点，所以你手上就剩18点。
在十八点，也许你就发现说，哎，那旁边还有会提的这个案子，运用无人机加上机器视觉，去把这个即将要飘到我们岸上的这个海漂的垃圾，不需要靠近滩，而是可以就是阻敌于境外啊。那甚至还可以让用专用的船去把它这样一股啊收起来之后，把塑胶重新提炼了、啊、等等。哎，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想法啊。那也许你手上十八点，你愿意给他四票，那就是16点。那你手上还有2点啊，那这2点呢？哎，你就会到处看，可能。是觉得说，哎，那我们英法天使就是去就是那是内政部统计处嘛，跟卫福部的长照司去看这些独居的长者，他住在一些已经不一定很适合他的这些地方，那去告诉他说，其实有一些以房养老啊等等这些制度，让他能够没有后顾之忧的房子还是他的情况下去住到别的地方去，有无障碍的设施，那他本来这个地方经过适当的改造之后，也可以让年轻人的这个租屋的压力可以减低，包租代管啊等等，那这个是内政部很想推的，但他不知道要跟谁推。那但是卫福部有这个资料，在卫福部其实并不包含这方面的业务，所以需要跨部会的合作。那这个时候你会投他一票，但你就会觉得说，哎，这个概念真的很好，哎，好像那不是很平衡，所以也许你会收集一点回来，那可能这边七票，那边七票等等，所以平均起来，每一个投票的人到最后都投了4个或甚至5个以上的专案。我们到最后就是放榜，就是前20名或24名放榜的时候，哎，大家都觉得自己赢了，就好像 Slido 上面，我只要回答几个问题，大家都觉得你按赞的问题有被回答到，那就是因为大家的这个概念不是零和的，你在投票的时候不会策略性的投票，而是说你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你是有尽可能的把你看到的综合效果已经放进这个决定里面来做，所以它的最佳策略其实就是最诚实的这个策略哦，那所以，关于人事制度，或者甚至是考级啊、诱因机制啊、奖励机制啊，我是很想鼓励大家把这个也看作科技，这个也是一种科技，它是管理科学，它是社会技术，但是这个也是可以创新的，也是有这样子的人才。那或许是从这样子的创新内部的创新开始，就像我当初加入行政院的时候说，我在任何时候工作，都算工作；我在任何地方工作都算工作。我协调的任何事情，我只要当主席的、有决定权的，我们就全部逐字都上网，或者是影音公开。那以及就是各部会的朋友来这边，那大家是横向的哦，不是我给他命令，也不是他给我命令。哎，每一个都是有点冲击现有的公共行政的体系。但是我都是愿者上钩嘛，所以就是像文化部或内政部或通常会或者教育部、财政部最近快要卫福部、外交部等等，都有人来我办公室，但我不会跑去找没有派人来的麻烦，所以国防部到现在还没有人过来，我也不会跟国防部长说，哎，你明天就派一个人来跟我这样彻底透明的工作，可能他们还不习惯。对，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只要在这个组织内部文化改造上面，不要采取一种好像就是什么都要立刻改到新的系统的这个感觉，而是说它是在旧的系统之上有一个让大家能够更节省时间、更降低风险又增加服务品质的这样一个做法。那三个呢？我们叫帕累图改善嘛，就是你不是做一个，然后用另外两个去换，而是滴水穿石这样子，就是三个都增加一点点，增加一点点，但是绝对不倒扣了。那这样的程度上，我觉得很多的创新人才，尤其当他已经是以公共服务、以所谓 social impact 为目标，哎，就会开始愿意加入这个团队。我们有很多是很顶尖的设计人才，那从这个很好的设计公司啊等等，哎，但是他觉得说他好像只是在帮这个资本主义上这个就是润滑剂，就是让它运作得更顺。他已经觉得好像他自己的 impact 变成不见了。哎，这种时候他是他在事业的巅峰，但是他觉得他想要更大的 impact，这个时候就会考虑到我们这样子的公共服务来进行工作。但如果他在次部门没有这个历练的话，我想也不会觉得说，哎，那他还是来做一些就是有公益性质的事情啊，所以我觉得在跨部门之间的这种人才的流动，这个也是相当重要，那这也是可以创新的地方。有74位朋友问说，请问政府发展绿能政策有没有规划整合各家车厂的电动车或电动机车的支付平台？以充电为例，有不同车厂提供购车会员自己车厂的 App 来充电来支付，但却无法顺利使用其他厂牌的，这样是不是造成充电设备的浪费，而且民众也无法享受通用的好处？
确实我家这个门口的那个 Seven，那然后我的行动支付因为不是那个国泰世华银行，所以之前就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办法用行动支付，然后导致我都是基本上都还是使用悠游卡，实际上是有悠游卡功能的国民旅游卡。Anyway，那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哎，我们也发现说，如果是消费者他在选择的时候有一个 indicator，就是让第一线的承办人知道说，但是如果就是他有不再绑定特定的信用卡的话，我就会更愿意使用行动支付，也就是说，要一直有人告诉他们这件事情。那到现在好像也开放了，其实也开放了，所以我到最近半年就比较常用行动支付。那主要原因也是因为我手机上面不再需要再扫一次这个指纹或者是什么画一个图形，我可以直接不管开哪一个应用程式，只要它是开机的，我放上去就支付了。因为 Android 更新了嘛，所以我手上的这个版本更新了，他那边也把这个绑定拿掉了，那这个生态系就接在一起。但是距离他们做出这个单独绑定的，好像已经过了3年左右吧。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很难一触可及。但是大概有两个 force，两个外部的工作可以做。一个就是组织起来，作为消费者说，那我们是希望做这件事情。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从技术的这个角度去让整合之后的体验不会更不方便。那这个很多时候要靠民间来整合，不是说政府由上而下说，哎，大家都来用单一的支付系统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而是说民间自己整合完之后，让大家发现说，哎，这样子不管是叫车这样子付款这样什么，哎，真的比传统那个做法更便利。那政府在这个过程里面只是确保说大家都知道大家在做什么，那这点如果能够做到，其实就已经功德无量了。有71位朋友们问说，台湾中文公司各项 AI 专案陆续发展，未来急需建立本公司的资料以及运算平台。但是虽然大部分企业都是采用云端为主的方案，但由于中油是国营企业，需要考量资安跟国安问题，请问以上平台是建议在本地或者云端建立哦？所以云端就是有些是云，有些是端嘛，所以就是有些在端上可以算的，可以在端上算。那云呢，也不一定都是公有云啊，也可以自己架一个云啊，自己架个云也没有那么困难。那我们现在的想法其实蛮简单的，就是如果是你的 operation 相关的，就是核心营运相关的，那这个当然不是说公有云如果倒了，或者是一下子连不上了，你的core operation 就不见了，当然不可以这样。所以这部分当然都是还是 in-house 在计算，但是有一些就是你没有那么大的这个 service level 的 agreement，就是说稍微当个2小时也不会怎么样的这些东西，那就不妨放到云上啊。像我们的那个健保署的健保资料库，当然不是放在公有云上面计算，但是每个药局剩几片口罩，这个倒不妨每个公有云上面都放一份。事实上到最后已经有140几份了，就有点类似分散式账本。所以从健保署的角度来看，有些资料是怕人知道，当然因为是大家托管在健保署，但有些资料是不怕人知道，像口罩的存量，只怕人不知道。那只怕人不知道的就是开放资料，那当然不妨尽量放到公有云去。那事实上我们国网中心也是一个等于我们自己直营的一个公有云嘛，那也可以多考虑国网中心，尤其是你需要GPU 计算的时候，他们的 GPU 是比较便宜的，所以很多的人工智慧的东西可以放在国网来计算。那国网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说他们很愿意去试一些比较先进的，我们叫做隐私保障技术 PET。举例来讲，像最近有一个叫做同态加密的技术，我跟国网正在试验。它就是说，你在本地端先加密一笔资料，加密完之后呢，你把加密过的资料丢到国网，国网帮你去做运算。它密文运算完之后还是密文，它从头到尾都不知道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运算完之后，它把密文回来，你解密之后，哎，就是运算结果。哎，这个是蛮神奇的东西。但是这件事情也是因为最近算力提升了，所以在今年大概就是2021年会变成类似有商转的这个可能性。那这个就解决了很大家对于资安的这个疑虑，就是我把我不信任的这个公用的资源提供者，他虽然 GPU 比我多很多颗，但是我不希望说他能够来看到我的 raw data。那在以前都只有一些比较不好的解决方案，就是你把这边去识别化啊，或者是说把一些栏位遮蔽啊，然后祈祷它不会想要裁出来你遮蔽的栏位是哪些。但现在因为有同态加密这种新的技术，所以你就可以加密之后就丢给他，然后随便爱算什么算什么，反正他解不开。那最后他算完之后再回来这边，这也是另外一个运用公有云作为运算，而不是作为服务提供，也是另外一种解决方案。所以我想最主要的还是要在这个里面去
找到公有云，而且又愿意是以你的客户的隐私作为他的最佳利益，而不是要卖广告啊，作为最佳利益的这些伙伴，那跟他释出一些能够保障隐私的情况下去切分这些运算跟传输的资源了。那有67位朋友们想要问说，国营事业在发展数位转型过程里面哦，如何防范恶意入侵以及破坏哦？其实这个好像怎么样防范地震一样哦，就是基本上是没有办法让它不发生的事情，地震就是会发生，只是震度几级而已。那但是我们在就是特别就是一台地震之后，大家都非常注重这个建筑材料之外，大家也很注重所谓的 resilience 嘛，就是说地震真的发生之后，那你到完全恢复正常营运，你要花几小时或者几分钟或者是几秒钟嘛，因为如果是全自动的话，那像我们民生公共物联网里面就有一个大家可能都有手机收到过的那个国家级警报嘛，没有收到都会说自己是国家级边缘人嘛，就是地震来的之前几秒钟大家都会收到，那这个也不是只有人收到啊，电梯也可以收到嘛，工业设备也可以收到，电梯收到的话就会它提早几秒钟收到，就刚好停在下一个楼层，然后门打开就不会有人困在电梯里面，那每一个不同的工业设备都可以在收到之后去采取这个避震防震等等的措施。那所以自然也是同样的，就是当地震来了，不是就是有这个黑帽来了的时候，那一方面我们透过联防的机制啊，去确保说大家都可以先期预警，知道这个震央，赶快通知其他即将被波及的地方说，那地震这个快要来了，你们赶快做好准备。那另外就是说，因为我们平常如果都有好的防灾演练的话，那就算你建筑物稍微不稳、稍微倒了什么之类，大家马上启动那个备援机制，那启动之后，就人员成功的疏散啊什么之类的。所以我想大家就是把它想成地震，其实就差不多就是这样，就是你要反应的时间其实有限。虽然有限，但是还是有，所以完全看你平常的准备怎么样。如果准备够好的话，那个有限的时间其实够用，但是如果准备不好的话，其实给你再多反应时间，那还是比较容易错失良机了。所以平时的这种 resilience 就是复原力、抵抗力，这个是相当重要。有66位朋友们问说，国营事业组织架构大，决策制度比较复杂，在数位转型的推动过程里面，基层人员可能因为业务改变而觉得被找麻烦，如此情况应该如何因应啊？所以应该反过来，就是应该是由基层人员来找我们管理人员的麻烦啊，那这样子他们就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我们在很多救援平台的提案，其实都是很多公务员看起来很就是有点枝微末节，但是其实都很重要。好比像说，像我记得我才刚接任的时候，就有人联署说国旅卡的制度应该要废除。那这个一去问就发现说，哦，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因为好像有点污名化，觉得这是公务人员额外的福利，但事实上那是不休假加班费换来的，而且平均来讲国库有省到钱，所以其实不是福利哦，而是负的福利哦。那这个是他们希望能够公开交代的。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哎，为什么要跟假日绑在一起哦？其实应该要平日也可以使用，因为目的不是促进旅游吗？为什么是好像跟这个差勤制度绑在一起，绑在一起来就会有在营休假的这个状况。哎，那这个虽然是看起来很小的一件事情，但是其实是基层的人员他真实的心声嘛。那在此之前，没有人会去帮猫挂铃铛，谁也不想当第一个。但是因为救援平台它是可以匿名的，就是提案啊，所以就有一个玛丽苏啊，这个提这样子。另外一个案子说，我们请假都是半天半天请，可不可以一小时一小时请？那这也是另外一个就是大家常年的一个想要做的事情，但是又没有人提等等，所以就是这些小的，但是汇聚起来，我们的人事行政总处，去会全序部，全序部也同意啊，也不反对这个做法，所以到最后就大家都变成说，那好像没有人反对，也没有任何人觉得这是一件坏事，到最后就一个一个上路嘛。国旅卡现在已经基本上跟休假是已经脱钩的情况，大家也了解到这不是什么额外的福利，那我们请假也都可以一小时一小时请了，好像现在加班都可以一分钟一分钟加班哦，在某一些地方，那这些都是最基础的东西。所以我会觉得说，我们推这个数位转型，包含当时也有帮司法院跟法务部做卷证的交换他们本来只有纸本卷算是交换，所以就会变成我这边刚列印出来就要把
正本给你，那但是我还没有扫描完，所以你扫一半还要我自己再把自己刚列印出来的卷调回来扫，那因为上面有可能有你额外的这个一些新的卷证啊等等，那这个是很荒谬的，但是因为当时就是因为很多替代役嘛，所以就是当然是习以为常，不过后来替代役慢慢退场，所以他就发现说，哎，一定要数位转型，所以后来我们就发现说，哎，那我只要出来说这个互相交换的都视为正本，其实双方的技术人员早就 ready 了，只是谁也不会出来第一个说，那我们是不是电子交换视为正本这样，所以就是我们这叫 low hanging fruit， 就是我最近熟透了的果实啊，只是没有人当那个第一个摘的，所以我觉得在数位转型上面可以花比较多的时间去看到基层员可能已经讲了很久的，那透过像 Slido 这样的方式，没有谁需要付出真实成本的方式，那去找到系统性的有哪几个小问题可以解决，那解决之后继承人就多一些时间，多一些时间他才有那个时间去学新的创新的系统，才有时间去想说怎么样让品质改善，那如果现在还是就是加班过劳这个情况的话，其实本来任何创新感觉上都好像找麻烦一样，所以找到这个余裕了还是最重要的。我有水，谢谢，谢谢。好，那有64位朋友们问说，哎，5G 是世界潮流，甚至有一些电信业者已经朝向6G 了，但是标榜这个高频宽低延迟的技术，目前好像只有在手机通信、AI、影音等等。以产业应用来讲 ,4G 似乎目前是足够的，所以重要怎么样跟政府政策配合带领 5G 产业的应用。我自己在5G 的运用上面，我最有感的一次是那时候我在从台北到宜兰的车上，然后正在跟韩国的某个城市然后开视讯会议。那当时我就用手机分享，我手机当然已经是 5G 了，那所以从韩国的角度来看，因为我那个镜头是直接放在就是后座的那个背后，所以它也可以，因为它是宽的片幅，所以它也可以看到窗外的一些景色，所以就突然之间从我关在办公室里面，好像后面只是一个虚拟的或静态的背景，然后它一下子就好像跟我一起在从台北到宜兰的路上，大家都觉得非常的有感，就是觉得说哦 ,5G 的低延迟高频宽在这个场景里面就是好像跟我一起身临其境的这个场景里面，他们觉得非常非常的有说服力。那我觉得这个也告诉我们说，也许 5G 它的低延迟高频宽，它在所谓的传送影音，大家以前都是说几秒钟可以下载一部电影，跟你看电影的速度没有那么快，所以就算用 4G 下载电影，只要它下载速度比你看得快，其实 4G 跟 5G 你根本分不出什么差别来啊，又不是说下载完就转飞行模式，不是这样嘛。但是如果是即时的互动的话，哎，这个就差很多啊。 4G 的相对高延迟会造成说对方在点头的时候，你不知道他在点这句话的头还是上一句话的头嘛。那 4G 的那个高延迟也会使得说你在看镜头的时候，人家觉得好像就是你在看他的额头，那你真的看他眼睛，他觉得你在看他脖子，就是有点那种视线比较难以对齐，因为我们不会像就是即时的互动这样子，我不用特别花费认知成本就可以知道说，哎，那我现在讲的会不会太快，或大家有没有跟上啊等等。那因为 5G 的低延迟基本上就好像每个地方都接到光纤一样，所以只要是这种在场共同在场或者是身临其境这样子的一种互动，我觉得就是 5G 很好的一个应用。那至于身临其境可以拿来做什么，到底是拿来开会呢，或者是拿来创作艺术呢，哎，这个也是一个用法。我有跟纽约的一个叫 New Museum 那的策展人，然后就是约双方都带上 XR Space， 那是一个内建 5G 的 VR 的平台，然后直接跑去瑞士的马特洪峰的高峰上面，有点华山论剑的，然后在那边一起创作艺术，哎，那个经验也是非常的让人感动。那这也是靠就是高频宽低延迟才能够做得到，所以我的 point 就是说，他的身临其境共同在场，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而且也是可以把大家带离特定的会议室，而是到现场。但是到现场你要拿来做维修的工作呢，做服务的工作呢，做讨论的工作，还是做艺术创作呢？那这个是各位的强项，我不会特别说到底哪一个比较重要，但是身临其境啊，我觉得这个还是 5G 很重要的一个应用。有60位朋友们问说，在人工智慧的发展底下，也许未来会出现新的职业，旧的职业可能被取代哦。目前在职场上面的同仁如何因应这个潮流？确实以前 computer 这个字指的是人啊，就是做运算的人，
printer 这个字指的是做活字排版嘛，就是做印刷的列印的专业者。那但是现在当然 computer 跟 printer 指的都是机器了，但是不表示说没有人做运算，还是有资料科学家。那也不表示说没有人做出版，事实上做出版的人越来越多，podcaster 也很多。所以这个情况下，其实并不是说这些职业消失，而是这些职业里面的一些task，就是一些工作项目变成由机器来做。那这个前提都是说，这个由机器来做的时候，我们是可以知道这个机器它是 aligned，就是它的价值上面跟我们是相一致的，就有点像我戴一个眼镜，是让我看得更清楚，而不是说看个1分钟之后突然跑出10秒钟广告要倒数我才能把它关掉嘛，对不对？所以就是不管是 AI 还是什么别的技术，它都是要跟我的价值相符合。那另外就是我的眼镜还有一个好处是它 accountable，就它如果坏掉的话，我可以跑去找旁边任何一个眼镜行修，不用找原厂，而且甚至我自己学一下怎么修，我说不定也可以修得好到一个程度，那它不用付什么10万块的授权费或10亿元的授权费才能够取得这个修理的授权。哎，但是在很多软体上是这样子，就是你要先取得就是原厂授权，你才能开始修它的软体。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就很难说这个软体完全是你的，所以我会觉得说发展 AI 的时候，只要确保这两件事，就是 alignment accountability，就是价值一致，给得出交代。那这个时候 AI 就是我需要叫做辅助式的智慧，辅助式的智能 assistive intelligence。那这个时候其实人就不用担心被取代，因为你会交给他的都是你本来就会交给学徒的，或者是替代役的，对吧？这些工作，那这些工作你交越多出去，你就越多的时间专注在你的本职上面嘛，你就不会专注那么多的时间在其实任何人都可以做的事情上面。那我们工作的成就感也提高啊，这些捡漏员、这些师傅，一定不是说他很喜欢一直听没有漏水的水管，绝对不是这样子。那这些能够交给 AI，对他们来讲也是松一口气。所以我想因应这个潮流的方式，就是去系统性的检视你的工作流程里面哪些是你觉得我在做这件事的时候觉得自己好像工具人，好像没有什么成就感，哪些在你在做的时候，因为它有你的个人的价值，有判断，有跟人沟通的能力等等，哎，这些每个人来做都不一样，所以你在做的时候有成就感，有价值感。那这两个部分分得越开，你越知道说，哎，在 AI 出现的时候你要哪些要交给 AI 做，但就不会说把不应该交给 AI 做的部分交给 AI 做。那这个时候 accountability 跟 alignment 这两件事情才能够就是越来越清楚哦，所以大概是这样子。我们待会儿最后一个问题，许多人工智慧应用是利用各种开源软体来开发，但是开源软体不保证其正确性以及更新的稳定度，日后有可能被其他公司收购，造成衍生的侵权问题。请问如何看待开源软体应用于商业上的管理问题哦？不过当然就是说，不开源的软体也不保证正确性，也不保证更新稳定度，这是完全不想干的事情。一个开源软体，如果有人愿意卖你一个商业的合约，去保证它的正确性跟更新稳定度，事实上有很多很大的生意，像 Red Hat 什么的，就是专门卖这个嘛。那他只要卖这个，那他就跟卖相同的保证的，事实上是一样。以前你还可以说有不同的版本，但像 Windows 10也没有再出新版了，它永远都是 Windows 10。所以在这个角度上面，它跟开源软体已经没有什么两样了，就是你买的是一个关于更新稳定度的保证，你买的并不是某一个特定的版本，因为那个版本它很快就不支援了哦。那所以其实就是软体作为一种服务递送的方式，以及客制化开发软体变成一种服务递送的模式，这个越来越变成显学。所以不管它是开源还是不是开源，它把核心开源，但是周边保留它的知识产权，或者反过来它的核心不开放，但是周边全部都开放，这些都是越来越多这种混合的模式了，越来越出现。所以我想作为管理者最主要的就是说，如果现在你的 vendor 就是决定他丧失兴趣不开发这一部分，哎，不开源的他也可能丧失兴趣啊，他就明天就决定不维护了，那你有哪些解决方案可以去做？如果一开始在采购上面就是像我刚刚讲是用开放 API 的，那你至少就是这个 API 还是保存嘛，那你可以透过这个 API 去立刻做出一个只要能够递送相同 API 的这个规格，那你可以把这个开发转成你所信任的团队去接受。但是如果一开始连 API 规格都没有的话，那这个时候就是叫做 bug for bug compatibility， 你就要去类似逆向工程去研究它里面有到底哪些问题，那还要这些问题说不定还要重现，因为没有
固定的这个 API，所以具体的建议就是说用 API first 的这种方式去一视同仁的看待开源跟不是开源的软体。那任何软体只要能够 fulfill 这些 API，就像说任何电器用品它一定都要110伏啊、220伏啊等等，就是它说到要做到嘛。那这一点变成你采购主要的标的，那接下来你才可以去把它切细，就是每一段都由一个不管是开源还是不是开源的vendor 来提供，那这样才不会变成好像说什么都要 in house 自己维运，但是这个时候如果外面的倒了、改变兴趣了等等，那你 in house 总是可以直接说好，那我马上再找另外一个厂商，他看着这些 API 就可以写得出他的下一版来，这个时候你就不会有所谓的 vendor lock in，就是不会被软体的提供者绑死的这个问题。那这个其实是在我们这软体业界，其实是我觉得蛮奢侈的，因为我们在软体业界，我们是所谓凭空建造、凌空建造，所以你可以同时有10个不同的版本，那同时在运行，然后甚至是按照使用者他的体验，然后去挑体验最好的那个版本。在硬体上根本没有这种余裕，你一个空间就只能放一个硬体，所以在软体上面 keep options open，甚至是同时如果不是 mission critical，像口罩地图，同时有100多种版本，那也有人说，哎，不是很浪费吗？但是有的时候这个并不是一种浪费，而是一种邀请。希望任何对你的就是公司的或者是团体的业务有兴趣的朋友，他在不影响你的核心职能跟核心资安的情况下，他只想要贡献一点嘛，让他多了解一点，这个教育的意义其实是特别大的。所以我现在在推广开源软体，主要也都是在这种就是不怕人知道、怕人不知道的业务上，以及特别是在教育的应用情景上面。那今天因为时间到了，所以就先讲到这边，谢谢大家。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唐政委能够跟我们指导呢，如何应用数位新科技来有效的解决问题的一系列的做法跟案例。那当然，我更期许我们所有在座的各位主管跟同仁呢，能够勇于接触、学习跟应用新的数位科技呢，在公司的各项产销研发工程等等的这些业务跟工作，那我们务必以公司现有的核心能量为基础，然后结合今天政委跟我们分享的各项新的数位科技跟经验，那结合外部的互补，可以跟我们互补的资源呢，来发挥产生总和效果。那这种总和效果就是一种公司的一个竞争力，那以这样的一个竞争力呢，来满足我们市场消费者的需求，跟国家交付我们国营事业的一个任务，来达到一个有序经营的目的。再次感谢政委，谢谢。
因为这个麦克风是你们的。怎么留着？下次可不可以？